想快乐运动就跟跳 Say No Afro。 Hello， 大家好，我是 Asher，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尊巴舞的慢动作分解教学，音乐在下方简介里，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加关注。 OK， 我们开始吧， Let's go。 今天的音乐非常好听，但是可能动作稍微有一点点快，但是不是很难。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律动，手的律动， 5 6 7 go and 踏打，安踏踏打，然后打出去，打出去，再收回，身体要出去，再收回。第三个动作，我们是打，我们要 up 打 up 打。第四个动作还是打出去，回来，再打出去，回来。我们重复一遍 ，and one and two。3 and 4 and 5 and 6 and 7 and 8 and 接下来我们并没有起身，因为我们要跳。下面的动作是腿 ，and 1 and 换脚 ，2 荡下去，然后 1 换腿下去。第三个动作是另一个腿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回来以后再来一遍腿 1 and 2 3 and 4。 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转身 and 1 and 2 and 3 and 4。我们的腿这样，然后再来一遍刚才动作 ，and 1 and 2 3 and 4。再来一遍 ，5 and 6 7 and 8。下面的动作比较简单，但是要用胯，胯，胯，后面，后面，然后要用到手，而加 rock。Rock, rock, rock. 比心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三段音乐。5 6 7，走 ，and one, bounce, two, bounce, three, bounce. 比心 ，bounce. 下面的动作向后面打出去，下来，打出去，下来。然后我们有个动作是个慢的动作，然后推出去，推推拉 and 我们来一遍喊拍子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这里的时候换下一个动作拉出去 5 and 6 and 这里的时候要新的动作很快，然后 1 and 2 and 3 and 4。 这里的时候 and 1 2 pose。 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到了副歌的部分，副歌部分比较简单了，5 6 7走 and 1 and 2 and 推出去 and 4 and 1 and 4 and 要跳了 and 大过来，再换脚过来，然后一个 pause。 音乐没有断，我们再来一遍这个地方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跳 and 跳过来之后，下一个要 wave 比较难一点 and wave 后面合上 and 合上。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很慢的，过来之后 and 撒拉嘿撒拉 and 嘿
wave， 跟着音乐 wave 之后 freestyle freestyle， 这里的时候有一段音乐，你可以跳你喜欢的 popping 呀，或者是breaking 之类的舞蹈。总之这里的话你要开心起来。 b-ball 过去之后，我们要重复第一遍的音乐，后面的音乐就是后面的动作就是重复了，只不过后面有一段段的新动作，很慢很简单。我们重复一遍，五六七走，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再来一遍，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And, 这里没有踢腿，直接副歌部分。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比心 ，and 打出去，下来，踏踏 ，and 推 ，and 拉，再来一遍。One, and two, and 打出去，比心，然后这里甩 ，and 甩 ，and 记住这里。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One, two, 踏。副歌部分 ，and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跳 ，and 跳 ，and pause， 再来一遍 ，and 踏踏踏踏 ，and 踏踏慢脚 ，and 出去 ，and 跳跳 ，and wave， 踏 and。然后撒拉嘿 wave freestyle， 这里之后呢新的动作我们要拉出去 and 慢很慢，这里我们要下蹲迈出去啊，看过来过来，然后再迈出去看过来，然后这里哇摆个 pose， 一个 pose 两个 pose之后的音乐到了这里，迈出去 ，and 再迈出去，再回来，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里之后，副歌部分重复三遍，我们就结束。五六七走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跳 and 跳 and pause。重复三遍，重复两遍，再 one 踏 one 踏 and 擦出去，记得要换脚踏的打出去，然后跳再跳，这个地方是重复一遍这个音乐，最后一遍音乐踏 and 擦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Six and seven and sa la hey ta ta freestyle freestyle 啪，结束了。今天这个舞蹈动作可能稍微有点快，变速有点快，但是不是很难，但是跳起来非常爽。我们下期再见，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加关注哦，拜拜。